悲伤的雨不停，全身血淋淋。我会给你几分啊？你就是认真做好频道比较好。我芊芊啊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，先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我是美食帅芊芊，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嘴角就是不自觉的一直上扬？因为今天这个摆盘很明显就是要地狱厨房，理论上我心情应该很差才对，但没有，因为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来宾，他是我从小看他到大的那个偶像，我们欢迎 Selina。 耶，芊芊，嗨大家，帮我摸一下。哦天哪，本人，再摸一下本人。姐姐帮你补一下，默默的摸一下。我一定要先告白一下，我本人就是小时候很少追星，那我第一个追的团体就是 SHE 啊，好荣幸。再摸一下，我以前有参加过歌唱比赛，就是唱你们的歌。真的假的？我现在唱，然后你再帮我评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真的吗？好，真的来。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。悲伤的雨不停，全身血淋淋。你我要美人鬼没有？那掌声啊！我们来人家频道做客哎、欸！你们是很失礼啊！你会觉得我是哪一首啊？我会给你几分啊？你就是认真做好频道比较好。我很喜欢你这种歌声吗？对，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种自我的展现，它是自由自在的。有没有听到各位？而且唱歌你可以按摩你的内脏，多好啊！那我们把这一段就是重复剪接。等一下说我唱歌很好听，每一支片就会出现这个。我没有说你唱歌很好听，没有这一段不要。我说你真的，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。然后我这边想要问一下，森雅平常有在下厨吗？有，我自己很喜欢煮汤，所以我会做各种汤。所以你是真的不会料理？我其实算蛮强的。我不知道哎，我现在有点不太清楚了，因为你刚对你歌声的这个评价之后，你不是说很好听吗？是很好听啊，不，我没有说很好听。我说然后呢，今天的地狱厨房非常的特别，就是我完全不知道做什么 ，Selina 也不知道做什么。然后我桌上这一些呢，究竟今天要干嘛呢？拿 ，miss 啊 miss， 好，只要讲对就可以拿了。排骨排骨，起司啊，完了，这好不简单。鸡心，起司，星星，三次了。啊，鸡心，我真的要哭。思思有两种，感冒用思思啊。那我就他了哦，我不怕。确定你的心声。椒，大椒粉，大椒吗？大椒，哎，我不能点辣椒，不能。刚刚 Selina 犯规了，重点是其实根本不对。有人的发型是长这样，然后训导主任啊，怎么看起来很像来度假的？干什么？小红裸秃头就变这样。So I am you， 对不起。韩式，哈式，辣。椒大椒酱，哈士大椒酱是什么？啊！好厉害！尖叫声，尖叫声！听不到，听不到。要这么多辣椒干嘛？对，我现在在犹豫。洋葱下手，洋虾虫。哦哦。米酒，冰火，我没有冰火。米，冰火，他真的很想喝冰酒哎，酒啊，我又冰，哎，好可爱哦，现在蛮不错的，可以成为我的造型。为什么会有冰火这个选项啊？米酒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吧？对吧？七八，哇，这是可以吗？
几把，这一段是可以的吗？芝麻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是不是真的很难？所以男对于刚拿的食材，你有信心吗？有。那你平常喜欢下厨，你是属于哪一种？下厨跟收拾都可以的人吗？因为我都做自己的，就是边做我就会边清理。我其实蛮喜欢煮东西，可我最讨厌的就是清理。我一定要买一下洗碗机。洗碗机你觉得值得买吗？值得买。好，可是最重要的是洗碗机还是要有人放进去，你懂了吧？你敢切洋葱吗？我敢。我每次切洋葱都像家里出事一样，然后就。那你会平时会戴墨镜或是那个的吗？最有用的是挖镜，真的。你要切丝还是要对半切？切长条。长。香菜。这也太可怜了吧，在这里。有什么？有没有切到？有切到。有。好。大一点好，有吼，有。为芊芊准备了葱葱舞，我要把这段剪下来。你小心，你小心，我保护你。芊芊，没有关系。我好难过。是谁把这碗洋葱放在这里啊？哎，葱是不是也会有东西飘过来？对，葱也有，所以一起爆香嘛。吃多辣？我吃。跟你一样辣吗？那可能要十条吧。哦，马铃薯要削皮吗？哎，要哦。好，你这个切葱跟我刚刚切洋葱的手势是不是落差有点大？这段剪掉。盲切，我现在盲切。OK。我们现在在这边谈一下心好了。滚刀剪就是，其实就是没有一个方向，就噔。它叫滚刀剪，我知道，就是我知道。这样，就是可以再小一点点。我们好像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了吗？先炒出香味嘛，然后是大厨，你不要我。我们刚不是有拟好作战策略吗？不是，我气性真的不好，专业都会一层一层给他放。就是专业，你今天是安娜，是你闻是不是很香？所以我好想丢蛋下去了，这感觉煎蛋一定好。这时候就丢。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，请问你知道？有一个职业不煎蛋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什么不煎蛋？奴隶。我们这些奴隶不煎蛋。我刚刚讲到煎蛋，我就立刻想要讲这个笑话。那我问你，墙壁、眼睛、膝盖的英文怎么讲？我爱你，我爱。我你需要我了吗？那不用。哦，等一下，他真的欠我的鼻孔。哦，大厨安娜斯。而且我等一下，接下来下通告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梅娜的香水是不是用油烟味。米酒跟水。你喜欢米酒对不对？对。还是跟着全下？不行啊，不行，变成烧酒排骨好像也不太行。酱油盖过食材，哎，怎么大家都呛成这样了？你知道吸血鬼为什么不吃辣吗？Vampire 跟吸血鬼的食物也是有关的。猪血糕，猪血。吸血鬼会吃猪血糕吗？人血。啊，不辣。你是喜欢吃肥肉的人吗？喜欢，我喜欢肥瘦比例适中，就像 Open 讲的那肥肉。他们那个 Open 讲。我是 Open 讲。我们要炖多久？我们忘记计时了。对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一个按不到的开关，因为我刚开始装的时候我也按错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你刚在干嘛。锅上面有那种泡泡的，你需要那种吗？好，那就不加韩式辣酱了。你这个切的也蛮小，因为我刀不满。哇，可以耶，可以，好吃。汤头有点淡，可是马铃薯它自己的甜味。甜甜的。嗯。
因为我水加太多，我看来收之无望了。开火了。我在二厨就在默默坐下来。大师，你需要什么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。是不是这个口感算是蛮特别的？肉很香。师傅，我还在嚼啊。再苦再奶，你都吞了。好，你先认真学歌。对对对对。有吗？我这样哼给你们，就算我唱对，你们也不知道是哪一首。你再哼一次。微笑再搭。这是我们的歌、啊。我们跟飞轮海啦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就你是吧？我第一个追的团体就是 SHE。好，我完成了。完成了吗？对，完成了。有味儿吗？有哎、欸。对啊，只是它没进去。当厨我也可以来 ，OK 吗？等一下，我要多咬一点。好，我自己做的，不用怕。为什么要信心喊话？我这二厨，先给我打一个分数，我们先不要管他。我给你打99分。你今天对我的歌声打几分？99分。你这有诈欺的行为。你觉得这道是大家可以跟着做的吗？不太建议。如果今天我是要炖肉的话，可能要炖煮比较久。嗯，很软吗？对对，它真的很软哎、欸。我自己平常炖汤的时候，我都会塞几块凤梨或凤梨干也可以，因为它会让那个肉质软化。那你为这道菜取一个名字吧。好，是的，这道菜的菜名叫做葱葱一撇排骨，只为马铃薯的回眸。掌声鼓励鼓励。我们这个菜呢不够厉害，我们菜名就要很厉害。现在再讲一次，我还讲的可能不一样。你现在讲我也讲。各位观众，跟着阿纳斯念一遍：葱葱一撇排骨，只为。为什么要葱葱一撇？我刚刚是这样讲的吗？哎、欸，你们吃吃看啊，真的啦！他转身就要走、欸，哎，你要转身离开去哪里？你来吃。好烫，好烫！这段不要。这是什么评语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还有就黑胡椒，没有，人人都白胡椒。你是不是不知道夸什么？有味道，有味道。那你对镜头比个赞。对。而且这个洋葱很甜啊，这还不错。你看吃的滋滋作响，就是代表好吃。味道很好。哎呦，有洋葱汤炖排骨的感觉。没有，我明明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你对镜头比个赞。你为什么要这么不诚恳？很棒，好吃哎！我们今天 Selina 来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。对，我都差点匆匆的做完菜就匆匆的。不行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 Selina 出了第二张正规的专辑了。我们有出实体的专辑，这个算是歌迷的鼓励，然后他当然大家都会一直期待。对。然后我的一开始是限量版，因为我就说我要。编号00001到1031，对，那1031是我的生日，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吧。那我今年说，我觉得可以，大家真的必须，因为他觉得大家都不会买专辑。这是 Selina， 你们真的。那这次呢，在里面的专辑的装帧里面有加入我自己的画作，画作吗？自己讲完自己害羞。那这张专辑其实是收录了之前的单曲《心如止水》，然后《四季》，还有最近我的电影《头七》我演唱的主题曲，在黑夜之后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确认一下，请问你是 Selina 吗？我不是，我是机器人。然后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本人很爱看鬼片，拍手机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一些什么灵异事件？我就是很专注的在工作，所以其实有点其他的，就你也不会乱看，对，然后也不会乱去感受。工作人员是比较有一些。大家如果害怕的话，就请记得去听《黑夜中》。香油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真的太害怕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支持一下这个专辑，因为往美的路上我要自己做的，你就会有你自己陪伴着你自己。这个是不是有点转太硬的？我们今天谢谢阿纳斯跟斯尼娜，谢谢阿纳斯跟斯尼娜，阿纳斯跟你，怎么那么看起来像你妈妈？今天这衣服选错了，不是我整个都要重录。我们可以再做其他刀。